这是一个过期但没有发霉的羊，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凶我了？点点点点点点。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，先需要你们分成两组。评点奖是小雨赢了耶！赢了！呀！小文，啊，我这个我这个怎么表演呢？这个这个好可能的，这个没有的。三二一，谁赢？我绝对是我。不太好判定了。你好，哎呀，这里面有小鼻梁，小小鼻梁稍微大，稍微点点，稍微点点，对，这鼻梁谁脸大呗？不算。你转头了，因为你转头了，于大姐。
哎，可以可以。然后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，然后。